筷子舞，许竹君所带来的也是张惠妹的歌曲，因为你没说。刚刚好选了这首歌，他知道他自己的程度跟条件，选了这首歌，当然外加的是他必须能够有一个所谓的好的技巧去唱这首歌。这首歌啊，基本上他很单纯，他就是我们讲的 folk song， 他就是一个吉他，他听觉的感觉就好像你躺在草原在黑夜之中看着星空划过那份感动，然后呢天空当然一定要干净，你才能看得到每个星光闪烁的那种美感，对不对？所以唱这首歌也一样拥有这样的气氛，就是你要拿捏的要精准，尤其在感动的穿透里，电话要关起来，好记得。然后呢，你要唱这首歌的时候，它尤其那个气的运用上的深进浅出的部分，是一定要让人家觉得不太有一些杂音。这个部分呢，说实在话呢，就你来讲还有待练习，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在铺陈的时候，那个尾音的修饰的细腻度不够，所以我教你一个方式，多多善用在拉长音的时候自己的麦克风的走的方向，你这样子走，它是有抛物没有错，它有远离的声音没有错，但是你的音质如果稍微有抖动，或就像踩到石头一样的话，这样子还是躲不掉的，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唱你麦克风下来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听得会在那控制上的收放上就会更漂亮，你的穿透力是不错，所以有感动度，非常好，谢谢。好，总而言之，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我们必须很简单很直接的肯定你是唱歌唱得非常好的人，加油，谢谢。好，接着苏俊老师的话我就继续往下讲啊，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容说你的部分，那这个好的就留给他们，但是我当然还是要给你点意见啊，就是非常好到非常好听差一个字啊，当中来讲细腻度，我们刚刚小波老师讲到细腻度的部分，其实你整个歌听完整个的状况是到非常好，就是挑不出毛病，这已经达到了好的标准，但事实上如果在精确跟细腻度的去掌握，包括你用你的情绪啊感情面的掌控那个部分啊，在精确的在细腻度上，就是歌的过程当中的话，我相信他会拿到你个人在演唱歌曲的风格，现在只是把歌唱好了，但说实在你的嗓音的磁性各方面在风格的塑立上面可以在这边再去加强或加深，再加油，恭喜你。劳工所二，徐宾汉所带来是柯有伦的零。
不相信我的世界可以有多完美，痛苦寂寞还有一些疲惫，不认识他们，所以占据我的另一个空间，宁愿孤独懒得再去想谁，两个人一起是否只是得到一种安慰，挣脱过去然后忘记一切，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谁会抓住我的无力双臂，怎么会哭，谁抓谁为谁把戒，不会再哭，哲学二女人欲所带来的歌是 Whitney Houston 的 Greatest Love of All。